The Hope 在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州设有自家农场，从种植和荷巴到榨油制成皆不假他人之手。这款产品以冷压方式榨出第一道黄金和荷巴油后，会再进行多次的过滤作业，将杂质去除，只保留最精华的营养分子。而其天然的成分富含维他命 ADE 和 Omega 6、9等保湿因子，若冬季时肌肤有脱皮、干痒等问题，将此款和荷巴油涂抹在干燥处就可温和润泽。此外，小容量的按压瓶设计也适合放在办公室，不论是遭到冷气的摧残想补充养分，或是作为补妆前的肌肤镇定，随时都可使用的便利性真令人无可挑剔呢。Face School 选用巴拿马的和荷巴果实，并在德国知名的油品制造厂 Henry Le Mat 淬炼。最特别的是，每款产品的包装上都附有 QR Code， 只要扫描即可看到相关的检验报告及制作历程，让您在购买时能更多一份保障与安心。而此款和荷巴油以低温萃取的方式保留完整的营养成分，即使用于制作手工皂，也不需担心养分的过度流失，更能在沐浴过程中享受其滑顺、润泽的保养体验。最特别的是，若您对和荷巴油的使用还不太熟悉，想寻求专家解惑答疑，还可透过 email 和电话向该品牌的芳疗师咨询，可说是除了产品的高品质，在售后服务上也无可挑剔呢。Aravac 年选以色列农场的无农药和荷巴果实，并以冷压初榨的方式萃取出黄金和荷巴油，不仅保存了和荷巴本身的营养成分，更因为使用特殊的紫晶瓶过滤了大部分的可见光，让瓶中的和荷巴油长保成分的活性，让保质期也较其他品牌更为长久。更特别的是，此款以新鲜果实制造的油品相对没有油耗味，因此无论是对气味敏感还是追求润泽效果，都可安心享受其高规格的保养魅力哦。保加奥图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天然品牌，这款和荷巴油拥有美国 USDA 的有机标章，没有农药残留的保障，可说是大幅降低了致敏与刺激的风险。而其最大特点是采用滴管设计的包装，可取用适量的和荷巴油，瓶口不沾手，既方便又卫生。除此之外，略具稠度的和荷巴油更可当作精华液使用，优异的延展性，只要吸取少量就可均匀涂抹全脸，而润泽的成分也不会在涂抹过程中拉扯到肌肤，给予脸部最温柔滋润的呵护。Eoe 的和荷巴油选用美国有机栽种的果实，并在德国萃取而成。除了品质优良、无可挑剔外，价格也相当易于入手，再加上稳定性极高、羽翼融合的特性，非常适合用来当作调和精油的基底油，在芳疗界拥有诸多好评。除此之外，这款产品另有 500ml 的大容量包装，只要使用完毕后将瓶盖锁紧并放置在阴凉处，就可以轻松长期保存，不易变质。若您已熟悉保养油或精油的使用，想自行调制身体按摩油的话，可别错过了这款高 CP 值的和荷巴油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